秦都市报三秦网讯，张伟健袭击者吴子云，魏连丽打击规避执行被执行人，神木法院对长期不到案杨爱民等五非执行人向社会公开悬赏征集涉案被执行人下落及财产线索。2018年系基本解职执行男攻监年，本次悬赏金单笔最高悬赏金50,000元。神木法院希望通过该次悬赏动员被执行人所在地社会力量参与执行，共同破解法院查人找物难题。基本解决执行难，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只靠法院单打独斗不能从根本上破解执行难题，也是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拉近与社会的界距离，形成举国一致痛打老赖的良好氛围，打压老赖生存空间，维护社会诚信。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书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附悬赏执行公告。